随着音乐摇摆配上超扬言打扮，画面超吸睛，但不只是简单秀舞。跟着网红同步热舞，他就是近来引发话题的小格鲁特，要在漫威最新推出的系列电影中大显神威。 恶搞风格配上超萌外表，小格鲁特首次现身，引发热议。这回要担任复仇者系列的最狂队友。小小一只很可爱，然后虽然他很小只，但是他的攻击力非常的强，而且他只会讲一句话，就是 I am Groot， 就是在整个电影里面有担任蛮重要的角色，就是比较诙谐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小格鲁特应该也会还蛮有爆点。 为了炒热电影气氛，片商特地在西门町快闪演出，也会把小格鲁特放在威风松高跟台中老虎城，跟民众一起互动，时间长达一个多月，要让影迷一起来体验小格鲁特的超萌反差。三立新闻唐英成、张哲伟台北报道。